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每礼拜三六晚上九点上传影片的阿平。那各位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样子，还有这里。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两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大改造，所以我们买了一些新的家具，然后把一些旧的家具给丢掉。那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，那就是我们的电动哆啦 A 吧。那我们就这个应该要充电，所以我先打开充电，充电完才能煮。现在下面刚到的桌子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装了，这个充一个小时而已吧。好，啊，一小时充一个，好。墙壁嘞，直接掉是哪招？不要紧张啦。去睡觉啦你。没事。去睡觉。给滚。没事啦。走开啦。你怎么就这样推我？我自己在装床而已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之后就变成那个新的我们的桌子，又准备要用第二个。两个都放电炮，这样比较不占位置。对，接下来的改造就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下面的照片来订阅我们。那下期再见喽，拜。